是主持人默默。台语唔来当广告，台语爱对时代进步。我的台语虽然普普，水亏的台语爱摸爱摸。台语是咱文化的宝库，咱来和台语 Go Go Go。欢迎你收看今仔日的台语讲世事。坐伫默默的边仔咧，同款是咱的好朋友李刚 Q 台语文教基金会执行长，咱的陈宏辉阿辉老师，你好。默默你好，观众朋友大家好。是阿辉老师，咱今仔要来讲破烂花呢。你敢有去看迄台中的花草破烂花？要无时间去。要无时间去吼，紧嘞，咱一定要找时间来去啦吼。好，咱今仔咧先来看吼，这新闻要甲大家。讲啥？吼，这赶快是一个这个华语的新闻吼，叫大家看安怎来翻做台语的哦。台湾时间23号晚间10:30，国际展览局156个国会员国以不记名投票方式开始三选一。第一轮投票，巴库出局。24号凌晨，第二轮投票，大阪以92-61击走叶卡捷琳堡，夺下主办权。为了在激战中胜出，日本做足准备。日本经济产业大臣、申办世博委员长以及大阪府知事等政要都亲自飞巴黎拉票。In Osaka, Kansai, you get everything. They are ready to welcome you all.除了播放风格活泼、介绍大阪历史和美食的影片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也入境喊话：日本准备好了。Osaka, Kansai, will be your.日本办世博可说相当有经验，包括1970年大阪万博在内，已经当过3回东道主。1970年的大阪世界博览会展示各种尖端科技，从磁浮列车、无线电话到自动人体洗洁机，当时让无数民众目眩神迷。而隔了将近半世纪，再度办万博，大阪这次也将以最新科技吸睛。155ヘクタールの会場の広場では AR。拡張現実の技術を活用したイベントなどを行う計画です。会場の南側にはウォーターワールド、水上ホテルなども設けます。大阪申办委员会表示，大阪世博会将从2025年5月3号到11月3号，1年185天，在大博市此花区的人工岛梦洲举行。主题为生命闪耀未来社会的设计，以健康医疗相关技术做展览，预计会有160个国家和组织参展，2800万人入场，创造约1.9亿日元，约5200亿台币的经济效益。好哇，奥萨卡吼要办这个世界博览会，我一定要讲起，我嘛是这个奥萨卡世界博览会三文呢。哈，先咯。好，都、就是吼迄个时阵吼，顶回吼顶回的奥萨卡世界博览会吼，阮爸爸妈妈有去啦，啊，因去都真欢喜啊，啊，所以就是有习惯。安尼小老李年会秘密啦。对啊，吼，大家进去算看卖咧吼。好，所以讲起嘛，这奥萨卡又过要来办这个世界博览会啦。好，咱来看头一句吼，咱会当甲大家来讨论呢，是虾米内容呢？来，吼，讲啊，为了在激战中胜出，日本做足了准备。老师，哦，你哪个人看虾米咧激战？你想讲咧战争哦、喔，相怕哈。啊，其实是讲爱通过评选啦，是是，会当讲看，虾米人准备了，敢那卡。矫正吼，安尼，所以讲为着评选的时通出头，吼啊，日本拼死准备，准备吼，而且拼死嘛，拢个拼死啊，好，拼死甲拼死拢会使，是，吼，这拼死咱嘛来甲功能股啊来试看卖咧，吼，譬如讲，伊吼为着要甲家己钱入去迄领衫吼。拼死咧减肥，安尼好势。是啊，老师讲起讲出我的心声。哦，啊伊吼，即个想要考条律师吼，安尼准拼死准备三档，拼死读册三档，哦，啊则终身考条。好，安尼不止啊，好用吼，大家紧捡转来用。来，过来看第二句啦吼。除了播放风格活泼。好，介绍大阪历史和美食的影片呢？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也入境喊话，一讲啊，日本准备好了。老师，这边啊，来欢迎的来。好，咱会当讲这个所谓的风格活泼，咱会当讲真活泼啦，真活泼。哦，啊，然后呢，介绍奥萨卡的历史加好料的影片。啊，这个人面熟面熟，日本的这个首相。
哈、哦，阿尾信总哈嘛就假头来画声啦，画安怎？日本穿好势啊！哦，咱最近甲这个阿伯上足熟的吼，定定拢讲着伊啦吼。老师，咱一个一个来看，你讲这个瓦溃对不？嗯，哦，瓦溃，所以讲什么溃，什么溃，咱台语定定安尼用嘛，对不？哈，可以讲诶，结一个什么溃，结一个什么溃，安尼，结什么溃哟，足薄的溃哟，结足贵的，足贵的溃哈，结什么溃，哈，瓦溃啊。看你什么溃的意思，就是讲，哎，伊这个状态是虾米款的，哦，还是讲有人讲叫做什么作风、什么风格，这拢会使讲什么溃啦。好，规个气氛就对啦，吼，这什么溃？好，哎，老师准备好了，你来不讲准备好啊？哎，啊，咱口语的讲话有另外一个讲话，就是穿啦，哦，你穿好未？哈，哦，穿好通出门啊？对哦，这个穿就是足大个溃的，对不？这穿好势未？哈，大家经过个口灯来讲，吼，穿好势未啦？哈。好，来，再来看后一句，来，吼，讲啊，这日本呢要办，我前面来讲台语，日本办世博哈，非常有经验，吼，展示各种尖端的科技，让无数民众目眩神迷。哦，啊，咱讲，哎，咱主要是讲，因为因过去捌办过嘛，吼，所以讲，咱讲伊办世界博览会真熟手啦，吼，真有经验，真熟手安尼啦，吼。有。哎，啊，然后讲电百百款先进的科技，吼，啊，好侪侪民众看甲目睭铁金金。是，老师，即句内面我感觉有三个物件，咱会使来讲一下。嗯。哦，真熟手。哦，实手咱这日常生活嘛，当过来讲讲几句啊。系啊，你呐做什么款代志做真久啊？哦，安尼主人就实手啊，安尼。比如讲啊，这交代好伊咧安呐，吼，因为足实手的，咱拢免烦恼。对，安尼 OK。对 ，OK。啊，你买当工作兵啊？你讲，我俩阵伊的老性格啊，安奈处理得遮灵白实手哈。哦，免骂人，免波人，拢会当用，吼，实手拢会使用。好，过来就是这个电机哩。哦，老师，所以讲咱台语常常有真侪这个动词吼，咱华语两字，咱其实台语一字都会当讲。有诶，类似安尼着，嘿，较感性的讲法。电，过来老师，吼，这个目睭甲铁金金哦，铁金金。啊，一般讲目睭铁开，吼，铁开这动作嘛，吼。啊，然后当然你嘛有人讲啊，天大类啊，天诶，感觉讲搁较大。吼，天较大类，铁是。就得开的，开一个吼。诶，老师听讲这个铁吼，佫会使用来做，譬如讲雨伞啊，对，雨伞甲铁开安尼。雨伞甲铁开啦，吼吼，这个用法大家嘛，佫加捡转来用，来，佫来看后一句。好，这个隔了半世纪呢，再度办这个万博啦，哈，大阪这回也将以最新科技来吸睛，老师吸睛。要怎說？你要說誰人目也可以，說誰人這樣也可以。主要就是誰這字就對了。對對對對。誰這字我們日常生活也可以拿來用啊。可以，你要用什麼好康的跟他誰就對了。他在減肥，你不要拿這幾兩個跟誰。又在減肥了。你剛剛就剛剛想到減肥。所以說誰這字都可以拿來用啊。好，來再來看這後面還有一句哦。哦，这句足长的，来后一句，讲到啊，这个大阪世博会呢，吼、哦，将在这个大阪市的紫花区的人工岛梦洲举行，主题为“生命闪耀未来社会的设计”，以健康医疗相关技术做展览。哇，这句够长的，老师，咱要叫多几个啊，你来讲一下。咱在讲迄个外国的人，人名、地名，就是讲尽量用英文音去讲啦。是。啊，所以讲奥萨卡啦，哦，可能哈那啦，有无吼？对。啊，然后伊迄个人造岛啦，吼，啊，讲网球啦，吼，网球就是合作。有咩事嘛？啊，过来主题，即款就是讲，因为生命闪耀，这是较抽象啦，吼。啊，咱用一个较具体讲，就是要设计咱未来社会好光景，吼。啊，然后内容是包含啥安尼啦？咱用即款的，虽然讲语法有小可无同啦，啊，而且咱是抽象甲具象的这种的对应安尼。所以讲，即句内面有两个重点，咱来甲这观众朋友提醒来，就讲。地号名，吼，咱唔通讲，即叫做初回区，初回区，哦，你看汉，你讲是。当然，咱嘛是会使安尼讲，只是讲啊，咱若知影原因，咱嘛是尽量讲原本的音安尼啦。就是叫做可能汉啦，尤其是这种主题物件吼，即普通话主题物件吼，伊本来是日文。
搁再翻做中文，起码要搁再翻做台语，算讲是翻两遍。是啊是啊，这款都是较歹处理啦。吼，但是老师咱的原则就是，吼，改讲吼口语化，吼，爱艺术，有人听有，有人听有，安尼就会使啦。吼，好，这就是今仔日咱来针对吼，这个奥萨卡要来办万国博览会这个新闻，吼，咱会当讲到的代志。好，小蛋啊，讲过了后咧，默默都要甲你讲啊，这个博览会吼，这个概念到底是为倒位来哦？世事百百款，默默讲予你知。咱台湾啊，即马正咧举办一个花草博览会，吼，伫个台中，唔知道你有去看过无？哦，想想的咧，咱台湾过去咧嘛有办过这个农业博览会等等，哦，甚至咧，咱有看到新闻咧讲啊，日本的奥萨卡，吼，伊那咧争取着要办这个世界博览会这个机会。哦，所以讲博览会，博览会到底什么是博览会呢？哦，今仔日啦，咱嘛利用短短时间，吼，来介绍一个博览会这个概念，到底是对倒位来的啦？吼，咱来看今仔头一张的这个字卡。哦，博览会吼是为这个欧美先进的国家开始带头的啦，吼，这历史若要讲，咱都要讲到19世纪去啊。哦，吼，头一个来办这个博览会的国家就是法国。好，法国迄个时阵咧，伊当咧无用因的经济的问题啦，吼，啊，就想讲，无来办一个这个产业的展览会，吼，招大家来看卖咧啦，吼，展一下工业的活力，吼，因的国民来看，哦，结果啊，想袂到这个展览会甲办落去了后咧，哇，效果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好啦，吼，真侪这法国人哦来看一遍、两遍、三遍哦，一直来看，效果真好滴，所以就安尼开始咧，吼，开始传出去啊，吼，真侪国家就开始嘛，大家拢咧办，吼，啊，到1851年的时阵咧，吼，拄则讲的这法国办的这是产业展览会，吼。为英国开始咧，就办头一遍咧，即叫做世界博览会。你讲差伫倒？哦，即世界博览会咧，就是招啊，即世界各国大家来参加。哦，伫个即个博览会内面咧，大家都咧展讲啊，啊，虾米人的国家办了较好啦，吼、哦，伊的即、這个即、這个较请呀啦，等等吼，当咧比者啦，吼、哦。啊，即英国头一遍办咧，吼、哦，结果啊，英国人哇嘛是吼、哦、1/3的英国人拢有来参加，你都知影讲。吼，这我年啊轰动，效果我年啊好啦吼，所以咧吼，一直到1928年的时阵呢，都有31个国家吼，都成立一个组织，都叫做国际展览局，叫做 BIE， 吼，这个组织都成立啊吼，到今咧已经有170个这个会员国伫个内面啊啦吼，伫个只嘛要甲大家提醒，当然。咱台湾无伫个内面，好，咱来看后一张个字卡。好，那讲到这博览会的内容甲类型呢，吼，根据咧因个条约内面来看，吼，会当分做两种啦，吼，就是讲啊，这合作咱看上下卡这条，吼，这合作注册类，吼，就是综合类的，吼，过来就是认证类、专业类的，这咱稍等再来讲。吼，先来看下面合作综合类的咧，吼，就是讲这大众化的综合博览，譬如讲啊，这针对啊法国。大革命100年的时阵，吼，因都办一个这个博览会，哦，就是咧介绍这几个大革命的代志，这都算讲是综合的，哦，针对所有的国民拢会当来看。过来咧，这种的博览会咧，慢慢啊，针对这个世界的变化，吼，主题嘛，渐渐啊无同款啦，吼。譬如讲，伫个大战啊，是讲冷战的时期咧，都有针对啊，免啊来做这个和平的代志啦，吼，免啊来建设明仔载啦，吼，啊是讲咧太空的。技术等等，这拢是把这个主题，吼，一直到20世纪的末期的时阵呢，吼，这主题嘛，佫变化，吼，变作是啊，咱来安怎针对这个环境保护啦，吼，永续发展等等的这款呢，主题来发展这种叫做综合博览类就对啊，吼，咱看到这是综合博览类啦，吼，哦，佫来看后边这叫做认证类专业的，这就是咱即马台湾咧办的这个花草博览会，都是属于这种的认证类的专业的，咱来互认证的，吼，来看后一张的字卡，好。
咱即马咧办的这个台中的世界花草博览会咧，吼是虾米人甲咱认证的呢？吼，就是国际园艺生产者协会来认证的啦，吼。有一点要特别甲大家讲啦，吼，因为咧咱即回啊，这个台中咧办这个花草博览会时阵啊，进前的台中市政府咧，吼，为着要保护虾米呢？就好，吼，就好，所以讲啊，台中的这个花草博览会咧，伊就甲这个后里这个所在，这个园区啊，哦，改缩小。所以讲啊，这个协会咧感觉非常的恶劣吼，所以讲随甲咱的这个博览会咧，吼，这个级数都提高悬啊，为国际变作是世界级的啦吼，这就是咱今麦咧办的这个花草博览会。哦，搁拿来讲到咱台湾上早以前的博览会咧，就是伫个日本时代。哦，迄个时阵1935年，哦，日本人咧伫个咱台湾咧已经40年啊。哦，所以讲伊迄个时阵啊，有做一个合作，西进40周年纪念台湾博览会。哦，为着要展讲啊，这日本人伫个台湾咧，这个政治做了寡年啊，吼，也搁啊要推广这个观光等等啦，吼。所以讲有这个博览会，迄个时阵啊，嘛非常。上的轰动吼，总共有超过2,700,000人来参观呐吼。哦，这都是讲咱台湾上较早的这个博览会，一直到即阵当咧举办的这个博览会。哦，当然啦，这个博览会呢吼，有真多这个功能，会当招大家到阵来看。当然上重要甲大家讲吼，因为咱毋是联合国的这个会员，所以讲无法度进入这个博览局，甲这个世界各国大家来参详。咱起码敢那会当用认证的方式。哦，但是伫咧家咧。也是招大家会当尽量，咱来到阵来去这个台中的花草博览会，哦，来欣赏啊，咱来台中市政府的迄个时阵所做的真多代志。好，今仔讲到就是博览会，吼，我嘛就爱看博览会，你的老师，我嘛做想要去的，对吼，今年我今仔特别穿这有花草的衫，吼，提醒大家吼，今去看这个花草的博览会。好，咱来看，拄只咱讲的一寡这个词，有啥物会当提出来，甲大家来讨论一下，老师来，咱这主角博览会，博览。会，这两块板呢？因为常常拢咱无啥清楚台语的人，可能会想讲游览车嘛吼，游览啊的览，啊的破烂会，哦，破烂会，还是唔对唔对唔对，唔对，所以是爱合嘴吼，览游览破烂，烂起来，烂起来，迄种同款嘿，爱合嘴。对，袂讲我甲你烂一个爱合嘴，老师讲讲一遍来。破烂花，破烂花，好，这是头一句要甲大家提醒啦，哈。来，过来就是讲啊，后边有一挂主题，哈，因为讲到爱安怎英雄，这当然是较现代才有的事啦，哈。啊，是不是讲永远继续，或者是讲有一个哦，刷落去的迄个生命古董的迄个意思啊？咱是直接读这两个汉字的音，英雄嘛，写晒啦。好啊，这个注册哈，这注册那是讲咱之前古早台语的用吼，有两种意思啦。嘿，一种是伫册内底做什么注解？古早嘛有用伫即款意思，嘛是安尼意，吼，毋是讲去学校注册安尼。对啊，迄是第二种意思吼，就是去学校注册，表示讲你要去读册有无？对，迄个一个证书嘛吼。是是，嘿，啊，迄个资格啦，资格。啊，但是咱即马只博览会讲的注册，佫无同哦。对啊，可能就是咧变作是会员国，你有注册，你才会当办迄类嘢。就是讲你有注册这个动作，才有资格去做什么代志就对啦。对，所以讲这资格是真重要的代志啦，哈。好，来过来看后一张的这个礼卡。好，讲到啊，吼，咱这回花草博览会，应该是讲咱台湾办的博览会啦，拢是这种认证类的，就是有别人甲你认证的这种。嘿，但是这个认证，甲咱之前几集有去讲到，这个语言能力认证有无吼？迄个意思无同嘛，对无？咱本来咧讲什么啊，什么语什么语，拢有考试来鉴定认证你的能力有无？对。迄是讲透过考试的方式去看你的程度够对嘛？现在这个认证应该是一种，就是看你有什么资格，有下什么资格，下什么条件，这款认定啦。哈，对，无同款的认证啦。是。好，啊，佮讲到这回这个花草博览会，为着要保护，酒好，老师有，敢有人讲迄是肉？
嘿，嘛是有啦，嘛是有，因为肉就是那亲像山鸟类的迄款动物啦，是，嘿，啊，但是这个石虎过去日本时代书店都有收啊，所以咱嘛是会使用啦，是，就是讲伊唔是新的现代的书啦，哈哈哈，古早咱台湾人就是叫石虎啊，有这个用法，嘿，所以就甲叫石虎都会使啊啦，哈，我阁讲啊，为了保护石虎，所以讲这花草破烂花吼，得到咱邻近迄个单位甲咱保呢。嘿嘿嘿，这个保障的意思就是讲，有人给你娱乐吼，啊，搁予你什么款的奖励安尼啦。啊，但是咱老婆是一般靠伊咧用，大部分拢给咱用保自己啦。保，哦，这就是拄只咧吼，咱看到咧讲这破烂花经过内面会当讲到一挂故事，刷了，要来看今仔日的戏出啦哦。放心啦，大落来啦，卖吹到外风好。若讲到人情冷暖，这无灵啊，我真庆幸。啊，自你住院，拢毋捌看伊行下到。好，来，阿辉老师，今仔这戏出吼，咱嘛是有几句啊，会当甲大家来讨论呐吼。头一句来，老师讲啊。伊的迄个花纹的字幕，伊是写别辜负人家的好意，还是心意？迄个意思。别辜负人家的好意，吼。啊，但是伊讲的是，卖切掉人的意，卖切掉人的意。这其实口音定有咧讲。哦，是。只要是人，大部分拢是讲人要给你什么货，要送你什么货。吼，啊，你可能感觉歹势，无好意思收。迄人阵人就会甲你讲。收落去啦，卖切着人的意安尼，卖切着人的意，意思就是讲人的好意，啊，你得接受违背安尼，你得收嘞，卖个一直，卖个吸着，卖个一直，好好啊，底下安尼，卖个一直夹生路安尼吼，你得收落来，你得接受安尼，迄个意思种意思。好，来老师，阁有后边哦吼，这个讲伊讲诶，这个好我真真庆幸吼，拢唔捌看伊行脚到对。哎，阿姨，迄个字幕，庆心伊是写心寒呐，吼，中文写心寒。是是，啊，这个庆就是本身有冷的意思，冷冷的感觉。对，譬如讲，咱讲啊，这饭吼无食完，这就是庆饭，啊，冷冷的饭。庆饭嘿，啊，搁有庆啥？老庆官，啊，老庆官，嘛是冷冷的官。啊，人的面色嘛，面色呐，冷冷，那咪当讲伊面色清清，还是面清清？好，所以安尼正清楚啦，这里都是冷冷的感觉，清新安尼吼。好，老师过来嘞，拢唔捌看伊行脚到，吼，行脚到。咱可能讲，当然你也讲唔捌看伊来，嘛是一种讲法啦，哈。啊，但是。伊个脚拢无行到遮来，安尼嘛是吃活条的讲法啦。行脚到，这三字爱斗阵用着。斗阵用，斗阵用。哎呀，拢唔捌看你行脚到呢，吼，安尼。好，大家紧捡转来用啦，哈。好，这就是咱今仔日会当甲大家讨论的真侪这个内容吼，大家唔通袂记得伫个生活当中咧，拢爱甲一挂字，也是讲句型，甲捡转来用啦，哈。时间差不多啊，第二只嘛要来感谢咱的阿辉老师。没事的。好，咱也后回再搁见面哦。